碰瓷了你一下，你就疼碰瓷了你。这疼吗？不疼。疼吗？不疼。疼不疼？哎呀！毁坏道具不是他，不是我干的。没有毁坏，我只是变一个双截棍而已。 一哥灭两根值了。以前打架也都是可以不要命，但现在，德夫人，但现在我有了有保护的人。哎呦，这个土味情话说的溜溜的，我跟你讲，你是土味情话的发家人吗？